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又要来进行选秀了，那也是很久没有选秀了，卷又被我堆积起来了。那我们今天一样，马上来看一下吧。最近王建民又有跌下来了，剩下7亿，那称为5亿，剩下来就差不多都是大概5亿。这边一样是明星，18年17，马上来选吧。这边选到2张，选到的是哦，可以，一张称为一个陈冠宇嘛，2张加起来10亿，还不错，运气最近运气可能蛮好的哦，加上10亿就可以稍微回一下血了。最近传奇卡大家有换的话，就有发现陈志远往下掉了。接下来还有就是出一些新的黑卡跟白卡，那如果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兑换啦。虽然有些价钱可能比较便宜，那便宜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买的，就不用自己去传奇殿堂这样子砸。好，我们这边选到2张国家队，这次结果很不错，不是还不错，是很不错。选到2张国家队的几率太低了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